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美官，我是看今仔日正月三十号的婚礼新闻。为着要迎接狗年旺旺来，北港朝天宫已经完成送神的仪式，嘛为庙内大摒扫。因为朝天宫是固定古迹，所以清洗规定是真够工，袂当用水去洗，惊去破坏着古迹甲庙内装饰。另外，今年进行三年一摆的镇店妈祖换新衫新帽的工作，嘛包括着千里眼、顺风耳、三太子关西、甲虎爷等正神，拢有崭新的面貌。嘛，个庙内是充满着过年气氛。今年北港朝天宫庙内新名真无同款，包括妈祖婆、千里眼、顺风耳、太子爷，连渡口的虎爷嘛换新衫，比较特殊啦。比较特殊，以前有看过这样吗？没有哎，都是都同一个颜色的，都同一个颜色。对，有没有觉得太子爷特别不一样？嗯，有，有哈，亮亮眼，怎么样？不错。那么以前哦，那是每年拢会直接过年前啊要上神，咱换神哩。那么直接咧到正十年前吼，咱有清洗神庙，因为咱跩拢历史真久的，这个神庙吼，那惊讲直接换中间会去算掉。所以咱吼改三档换一遍。这次北港朝天宫大手笔委托专人来设计新明的新衫、银帽，其中清朝道光年代历史的镇店马，身躯顶啊阁有珍珠所卷的披肩，连花卉所贴花嘛完全手工制作，每年拢无同款。较早花拢用塑胶花，所以咱都实在陈老师连啊，其他陈老师用手工为遮面包花蕾。会表现起来，而且比较生动。花杯它旁边的那个花，对啊，那我们就是用面包花下去做的，全程都是纯手工。那连叶子、花瓣一片一片制作。为了要传承北港朝天宫妈祖文化，北港朝天宫庄艺团理事长建议庙方妈祖婆换落来旧衫旧帽，爱套身来保存。啊，我是咧建议庙方，若有收起来，有收起来衫。拢爱甲保存起来，甲收藏起来。一当年过甲下，年过甲下咧，按后了咱才有一个历史的见证。另外，为着要迎接农历新年，庙内大摒扫的工作，必须要顾虑到古迹的危害，避免清理的过程造成破坏。尤其木质的部分咯，雕刻的啦，啥通惊水。那么咱观顶所看彩绘嘛，惊这水来淋。所以咱我入来了后，我着手落改善，那就用咱康普勒沙。哦，先来抓一下，就是将迄涂沙粉啊，先来抓一下。那么再来用，就是淡金啊，准较大啊，将迄表面轻轻啊，甲切掉。今年是北港朝天宫将新明三年一轮换新衫的日子，何信将感受到无同款的面貌，真侪信将拢把握这个机会来翕相留念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